君はどこから来たの？姉上、なぜですか？初代女王の力を見よう！もう終わってんだよ。どこに新選組が残ってるってんだ！なあ、起きたじゃんよ。お前ってそんなにいい目してたっけか。二度とわしの前に姿を見せるでない。あれ！テントグランドオーダー超古代新選組列伝グダグダ山大国2020開催。どうも、福音です。欢迎收看本期的加勒底日志。今天的节目形式呢，想要做一点点的改变呢。这次的节目呢，我会减少情报的比例，取而代之的呢，是会有更多关于活动的一些趣事跟心得。纯粹是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对我而言呢，也有很多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内容。在2020年的最新咕哒咕哒活动前啊，就先来了一记震撼弹，土方岁三与冲田总司的技能强化，还有冲田总司的魔族演出更新。天啊，竟然真的有这天！先不说那个土方的更新啊，是完全打到痛点的，有宝具特写啊，我的天啊！而且你看，冲田终于强化了，虽然这个技能效果啊超级莫名其妙，但是他强化了，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啊！在他的这个栏位，终于有一个东西了。虽然模组啊没有大改啊，可是他有吐血跟新动作，也有新增新的演出语音，怎么看都是我们的大获全胜吧。上次的咕哒咕哒明治维新虽然打着新选组的名号，但其实根本没什么新选组的剧情。而这次的活动剧情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当做一个小型木间物语了。还有这次冲田还出了一套生前新选组的那一套灵衣，绑着马尾，衣着也是偏女扮男装，也不难想象啊，冲田为何会以男性的身份被记载下来了。不过为什么冲田变成婴灵后就长了根呆毛，成为傻白甜色情迷你群女忍者了呢？那不重要，重点是他好可爱，我好快乐。说回这一次的咕哒咕哒活动啊，故事来到了日本的邪马台国，也就是日本的远古时代。大家熟悉的悲迷糊啊，就是来自于这边。悲迷糊就是这次的 pick up 五星啊，我氪了4单都没有抽到。大奶腋下还有野兽前辈的姿势，成为了悲迷糊的几大卖点。他的技能宝具定位呢，是强力的红卡暴击打手兼辅助宝具，还有罕见的宝具 OC 上升效果。四星则是新选组的斋藤一啊，久违的补齐了新选组的其中一员了。再来啊，就剩永仓辛巴了吧。当初升放送的时候呢，刚好是近藤局长啊在就立的生日，蛮多人都以为啊会出近藤局长的，没想到呢是出了山南跟秦泽亚的例会，总共出了3张新选组的例会嘛，一张近藤的都没有，先帮近藤 QQ 了。这次的古达古达活动啊，开了一个新的机制哦。就是这种三国养成网页游戏会有的东西，不过感觉上啊又更偏向于开心农场的感觉吧。时间到了就打开游戏，直接领素材啊。原来素材是可以种得出来的，真正的农素材啊。这次的活动任务数量啊，总共也就30个，而且还都很好解。曾几何时，那个被评价机智最分的活动古达古达本能寺，也变成了每年最养生的活动担当了呢。除了开心农场之外，还有一个急退站呢。由于除了金蛋以外的素材都给太烂，导致玩家讨伐的兴趣缺缺。甚至演变成了到后期啊 Noob Boss 还剩一堆啊，虽然后期使用了工程师的一己之力，但还是有些人有看到任务失败的提示啊。还在刷箱之后素材又给得很抠，也难怪啊会出现这种难得一见的情景了吧。但在初期的建材掉落效率跟收成时间不一，这两点是比较反人类的。而最出乎意料的应该是这次的活动没有
活动角，就是第一次古达古达没有出新的四星活动角，取而代之的呢是在友情卡池限时加入了一星角支点性质跟经验值的礼装，搭配这次活动疯狂赠送的友情点数，也可以算是变形的活动角了。作为古达古达呼声最高的卫星角色，这次登场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了吧。而且因为是抽抽角啊，三种卡面一次满足啊，分别对应了原版、泳装、魔王的三种信长，技能宝具也罕见的有着对信长的差别待遇的 buff， 毫无疑问的最强信长出来了。而信圣也是 FGO 第一个有着自杀副作用的辅助型从者，我就怀疑一星的公子是不是都看着他为了姐姐烧成灰烬，也令人感到有些难过。织田家的姐弟组真的是很尊啊。话题回到咕哒咕哒活动剧情，讲了非常多关于星选组的一些故事，绝对有当成星选组幕间物语的分量。吴云我看的也是非常满足，虽然我没有抽到大奶巫女，但整体而言绝对是很令人雀跃的，至少我的五星礼装是我抽满的啦。幼女战记的会师小月老师，哎，超级帅。各位喜欢这次的活动吗？留言告诉我吧。我是浮云，以上就是本期的加勒底叙事，我们下期再见。